Schauen, danke.为什么不开高帧？高帧我感觉有点断触。啊，你是上单吧？你过来给我拿 buff 的吗？基本上是上单。那萨和谢可能要给他的。我感觉高帧有点断触啊，个人感觉吧，不知道侦探机还是小电视。反正感觉高帧有点断触。谁让你一直进别人 buff 的？谁教你们反野的？主播从来没有教过你们反野，这就是原因，兄弟们。主播从来不教大家反野，因为这游戏反野太不稳定了。喜欢反主播的野，看到我的 ID 就不要来进我野区了，我怕你们把我不住。容易把游戏提前结束了，好吧，回家了，回家了。看到我这个 ID， 你不要来我野区了，野区就是我的家。呵呵，对面来到我家了，我操，一个头都没有，无所谓了，无所谓了，无所谓，他玩就行了，不重要，人头不重要，这都不重要啊。我是怕他们两个越惨，龟龟还抢了我的小龙呢，抢了那先锋，那是先锋，那是因为我已经被他逼走了，我都没空惩戒了。看到我 ID 必须针对我，其实针对不了我。我讲实话，我的打野抗压能力还是很强的，就算别人再怎么无脑的针对我，我感觉我都能抗压起来。我感觉我的抗压能力还是不错的，顶得住，我怎么说。哎呦我擦，他开大跑不过他了，就这样吧，打个大招，打个之前又能打野了吗？一直可以啊，就是不强，前期不强，但是其实用了我的套出装之后，你的贾克斯或许可以更上一层楼。兄弟们看一下我的出装，用我这一套出装。等一下先把人抓了啊，兄弟稍等，他闪现还有10秒，所以这波他基本跑了。这波留个 W 推头吧，再拿一个头，我把上海推了。有没有套出？有套出的话不一定跑出。但是大差不差，能推到最后一层，然后推到最后一层，然后给他小龙。买个鞋吧，都是我想买法术的，买个鞋往这边走吧。跟我，全部站住，不许走！时间把握的刚刚好，兄弟们，时间管理大师，这是，直接被我时间管理了。不是艾克 K 头技术，我说实话是可以的。我在这哥们面前拿不到头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这哥们 K 头技术还是有的。
哎，这个要给我的，不能瞎搞。怎么跑了啊，这兄弟？我敲了吧，虽然我没拦，但他应该打的不是这个对手。拦了还能送。主播送了，乔送一个，主播贪心了。跟我走，我抢猫了，兄弟们，别抢猫了，把猫抢走先。我现在应该加他可以打，加他的话可以打，起码打三个吧，四个不敢说啊，打三个肯定可以打的。岩岩也要被抢啊，我操，我在路上，怎么都这么能 K 头啊，我发现这 K 头技术怎么都是跟谁学的呀，太能 K 头了，这主播一个头都拿不到了。我这应该是刘技能 K 头的，但是我觉得这样做不是很好，他们 K 就 K 吧，我怀疑他们刘技能 K 头了。这轮也该轮到我拿两个头的了，都是我打的伤害，一个头都没有。带你吃蓝 buff， 嘿嘿，直接给他画饼，兄弟们，饼先画上，把饼画大，呵呵，把饼画大，兄弟们，把饼先画大一点。把蛋糕做大，哦，已经下来等着吃了。跟着我，你绝对不会选错人的，兄弟们。我是因为我是花手大王，花手大王在此，直接妹妹舍不得走了，我操，兄弟们舍不得走了，直接舍不得走了。你想，哥你真猛，我不走了。花手大王，我操，不找装备可以了，直接偷就行了，兄弟们。人家问你怎么来的，记得说是我开发的啊。哦，感觉还挺好用的啊，我真的感觉。猫都舍不得走了。哎嘿，卡尔玛是吧？幽灵公主，行。幽灵公主可以，可以，这些给你，不要。我不要
蓝开红开石头人开。嗯，幽灵公主，我想整他了。哎呀，直接一打五了。来跟你扛一下吧。幽灵公主，就爆他的口。我这个走位也是有细节的，我就卡着他，卡着他闪现的，你没有看到？不打我会疯啊！不打我回身了，不跟他开玩笑的，说回就回，说回就回。天赋等我出来，等我出来。天赋就是就是吸血和犀牛。吸血犀牛，然后手电筒。来来，回来回来，给我回来。哎，跟错人了，对，别跟错人了。我看你吃两个了，嗯，没两个了，就一个了。哎，不行，这显得我很蠢。不行不行，这显得我很蠢。我操，兄弟，你这么能跑吗？家都要没了还在跑，我不行，家都要没了还在跑。嘿嘿，这个没看过。幽灵公主疯了，闪现救人，好救。这根本无法无天呐、啊，这叫，你直接无法无天了、啊。我他妈直接无法无天，我他妈直接无法无天，兄弟们，花手王啊，兄弟们，谁家？点点关注啊，兄弟们，今天下了，今天下了，